一盒一盒月饼，真济摆伫桌仔顶，等待正好要出货送予消费者。虽然中秋节还未到，负责制作的工作人员已经无闲到爱加班。现在价格算是很多便宜，说订单非常多这样。就是今年像那个蛋黄啊，然后一些原料不是都涨蛮多？对，我们去年价格是220啦，那今年是涨30，也有涨了，有微涨一点。对外面的订单可能接到今天为止，因为已经太多了，已经饱和了。从礼拜天加到九月中秋前的前一个礼拜天，都加到9点。一盒12粒四种口味的月饼，只要250块，价格实在真便宜。但是制作绝对真用心，因为惠林地质干燥的烘焙食品非常受肯定，才会接到这么大笔的订单。我们也是希望借着他们这个好的手艺制作出来的这个产品，送到低收入户，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中秋哦这种气氛。这些哦收容人，他们能够学得一技之长，哦。那到社会上，他们就能够，就是说融入我们的社会。特别带着台塑的同仁，邀请两位民众做伙到家来签约，以及代表接受月饼。台塑用行动支持收容人的认真，更加嘛感谢大家，会当继续欢迎鼓励。因为我们每年的订单都非常多，啊，今年刚好六千高一个，注入一个很大的订单，对他们帮助是蛮多的。老寿金的增加也是幅度也是很大。很感谢我们，台塑啊。陈副总啊，对我们的垂爱，给我们这个机会，那个也希望各位社会大众呢，有机会呢，来跟我们订这个，烘焙的东西。企业的支持，行家方用心推广，让弱势民众欢喜过节。小龙林也有了用尊重改革自身的机会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